也采用了无接触式的护锁的气密门，传递窗是带紫外光杀毒的，整个的排污排水呢是使用了双排管，整个的排风呢是超过屋顶呢3米以上排出，并经过了这个高效的空气过滤器，能有效的杀灭呢99.97%的病毒。第一次呢在香港的这个医院里呢采用了这个非医疗用途的一个充电的 USB 插口跟 C 槽子插口，因为呢现在更多的病人呢是喜欢使用手机，我们采取这样的一些人性化的措施呢是有效的避免了病人呢使用了床头综合槽的紧急插电啊，也避免了这个医疗事故。第二呢，就是在每个这个病人的床头呢我们设了一个排风口，因为这个病房呢它的每小时的新风换气量呢达到了12次，也希望呢这样的这个环境里呢能够让病人呢更安全。时间非常紧张，我们只有4个月的时间完成这个平时要2-3年时间长的项目。我很感谢中央政府给我们香港支持来建这个临时医院，可以在这个疫情危险的时候给我们可以找个战胜这个疫情。